又切起来打高了，在内野的上空，三垒跟游击曾传生，哎，曾传生，啊，球掉下来了 ，He dropped the ball。学对了，哇，这个球可能在现场的风势真的非常的强劲啊，哦，真的很强啊，对，真的很强。野上的跑者启动了，这一球越过投手的上空，让给游击手，游击这边又没有办法拦到，哇，诅咒了，哇，这直接给了第二次的失误，给到曾传生。就对了，哇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刚才的那一个失误反倒又影响到这一次的接球，哇，直接又诅咒了，哇，这个球那么巧妙，一个软弱的内野滚地球，嗯，点这球是捕手这边传三垒，这边可以再往一垒送一垒，这边 save， 点得不好，嗯，这点得太短了，让蒋昌宏及时的处理，这球击出去打在了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不过右外野手陈炳杰完成了接杀，二垒上的跑者现在冲上三垒，探之方还是有来到三垒的得点圈，这球击出去切起来打到了左半边方向，最终高孝仪完成了接杀，结束了中信兄弟在七局下半的进攻，最终是留下了残垒，没有得分。目前中信兄弟呢还是以0-1暂时落后给味全龙队。